真的是厉害的 ，OMG， 威廉省欢乐颂求新求变，今天呢推出一个新的企划，叫做是什么呢？安心成家。为什么约会约得好好的，又要搞成安心成家呢？要问问香蕉哥啦。您两个看差不多嘞，外面大太阳，那我辛苦的要命，你们在这边谈情说爱，为什么要搞安心成家？因为我们前面几集约会嘛，我们的粉丝们有些已经脱单了，那脱单就是为了成家，对，所以要说安心成家。好啦，说真的啦，会有这个企划哦，是来自一个灵感。在有一天工作结束以后呢，我就看到感人的一幕，香蕉哥跟迪化街千金一起工作，然后结束以后呢，还可以睡在一起。是很辛苦，要看一下他们睡在一起的画面嘛，独家披露，请看。哎呦喂啊，两个真的困到顶啊，所以这就是情侣哈最好的一个工作模式，对不对？彼此鼓励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个企划呢，也让大家了解一下什么样的工作呢最适合你们。讲到工作，讲到情侣，各位，威廉省定下去了。我只是最愿意定的，终于愿意定下来，经过了两年。我们每个礼拜跟不同的女孩配合，我终于找到我的真命天女，她已经来了，热情掌声欢迎林香！来！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林香，很荣幸。先跟你的学姐们说声抱歉。不好意思，凤姐 ，Yuri， 林黛，不好意思。不止哎，还有谁？林黛，然后那个 Yuri。哎呀，哎，这几个谁比较会计较？你觉得？好了，跟大家正式介绍，从今天开始呢，林香就是我们的固定主持人了。你自己有做过其他工作吗？我打过超多工，我在跨冰店打工，火锅店打工，中麻龙柜姐，法式店，还有饮料店。啊，为什么做那么多工作？因为我们先生，啊，因为赚点钱。啊，先生让你去打工啊？他为什么没有丝毫的一个念头想过说啊，哥养你就好？他现在应该有了啦，他也差不多定下来。有哈，他现在那个柔柔，不是柔柔是啊，哦，那是酷炫呐！你讲什么？哎，你在串冰店打工过？对啊。啊，你串那么久的冰，你应该知道冰最大的心愿吧？是什么？退伍啊！可不可以把冷气关小一点？我有点冷。还有什么？还有饮料店。饮料店啊，要一直摇 ，shake， 要 shake， 来 shake 秀看看。来林香的 shake 秀，好，你要融合把 shake 放进去来。可以了吧？不要每次都是我的歌啦。林香跟大家想象不一样哦，我们刚认识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还是默默无名，来钓青蛙。请看，每次都要特别谈到青蛙这件事情，因为对他不好意思。那天高雄一个乡下，他自己呢舟车劳顿呢可以赶到钓虾场，我们一到钓虾场比他还晚到，他整个融在钓虾场里面，你感觉就是现场的一个不是钓虾，对，就是现场的一个民众，他是钓青蛙，他已经跟青蛙融为一体了。然后呢，接着在见面的时候呢，他已经成为流量怪物来泡汤了。然后现在呢，又成为我们欢乐颂的主持人，这完全是开朗少女成功记。离开孙生以后，是不是充满正能量？不要再提了。这段时间的成就，他有关切吗？他没有，因为我们是互相封锁的状态。啊，互锁。对啊，所以就先不要关心情。好，所以他也没有办法留酸言酸语给你了。没有啊，他本来就不管他的啦。言归正传了，今天。好，来到这里是英哥，我们迫不及待呢，马上跟林香一起来带大家做职场体验 ，Let's go！ 哎，你看整个美轮美奂，而且哦非常有礼貌哦。你好，你好。啊，你嘛较笑嘞，你哎。还有笑啦。他这个笑的就很假。就是职业笑啊。嗯哼。哦，较笑嘞，好不好？神经病。我跟你讲哦。来这里干嘛？你知道吗？要做什么？我们今天来这里，因为我们今天算是正式交往的 day one，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开房间。哎呦喂！没有啦，这里是旅馆啊。听说这里有一个叫做黄主任的，非常厉害。嗨，黄主任，你好。啊，你刚刚看我们被打，你也没有出声。没有，我就觉得还啊啊啊啊啊啊啊！
你不要露出那种少女的娇嗔啊！因为他本来是一个很专业的防护人员，所以在客人面前呢要表现出很专业。哎，他遇到拖鞋的时候呢，也会跟蟑螂一样哦。哎，黄主任，我们这边主打什么？我们这边基本上就是属于精品创意旅馆，那个老街就只有我们这间旅馆。那我们今天来这里到底要干嘛？要来体验我们防护人员的工作。那防护人员必须要具备什么特质？基本上就是第一个不要怕脏。不要怕脏，好，啊，像我们本来就脏，所以其实你很快就可以死。我对饭店管理算是相当有经验，我在内湖也开饭店，而且我那饭店呢，免费给人家吃，免费给人家喝，还免费给人家睡，我有照片为证。啊，来来来，你看，这是我家的厨房，免费给他吃，免费给他喝，还免费给他睡，半夜还爬到我床上来，我神经病。啊，这个就是我开的饭店。啊，等一下黄主任带我们去就交接给防护人员。嗯，好啊，因为用走的太累，用跳的。来，为了预防走失，来，我们三个手牵手来，啊，不能走失哦。啊，跳了跳一下啊一声啊，三二一，嗨！哎，在秋奈丑时候，林香妮，你是最近做什么事？哎哎哎，来变 J 啦，黄主任，她是你妈。我们防护人员丽花，是今天你们的学姐，会带你们，就是名字就叫丽花。是啊，你姓杨吗？对。你真的姓杨？你是杨丽花嘞？杨丽花是谁？你知道吗？我哥仔戏。哦，啊，杨丽花是谁？你知道吗？哥仔戏。大家都在这边装年轻。杨丽花心跳妹妹，你哎，你唱我哪样嘞？我心跳妹妹。对三观。回中原。哎，今天还要唱呢。他曾经是你的偶像吗？对。哦，杨丽花是你的偶像。嗯。哇，哎呀，这个是我们那个年代共同的回忆，时代的眼泪。哎呀。哦，是我们的防护人员啊。对。啊，所以等一下他就会教导我们。对。所以。对。哎，你看林香，对不对？那你看我的是什么？嘉义彭于晏，他们很贴心啊，你也知道我叫嘉义彭于晏，对，知道。把我害得还不够惨吗？名牌很贴心啊，这个属于我可以干走的吧？因为我叫彭于晏这么多年了，也没人帮我做一个名牌。好，没问题。对啊，我一个朋友的小孩，那个学校不是要秀学号吗？嗯。然后叫带妈妈去秀，好，妈妈第二天忘了要秀什么，就打电话给他，啊，电话接通，小孩挂断，他想说，打电话浪费钱，打赖不用钱了，跟他妈妈气急败坏，妈。打赖了妈，妈妈说 OK OK， 挂断了。后来衣服绣好给他，那个同学被罚站，因为他妈妈帮他绣打赖了妈。OK， 来，我们跟着丽花姐去整理房屋，你会的就教我，你别看波，你不是这种人啊。OK， 好的，你看你还说不是，外面都在打。来来来，我们往那个我们要整理的房间前进。来来来来，跟我来。啊！看到鬼！哇，这里是干嘛？打过仗哦？丽花姐，这么乱啊！哇，妖兽谷，还有更乱的。哦，这真的是，先讲一下这个房间，上面有鹿，还有羊呢，十只羊，有一只羊不见了，变什么？一羊迁徙。剩下九只羊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呢，罗志祥、吴亦凡、王力宏。啊，罗志祥赶了三只羊，然后吴亦凡赶了三只羊，剩下三只羊，谁来赶？力宏。怎么样？赶羊。我跟你讲，我要开发你的钱。力宏赶就力宏赶啊，志祥赶就志祥赶啊，亦凡赶就亦凡赶啊。好了。谁来？来。力宏赶。来一次来。力宏赶。要像我这种音量啊。我不敢啦。这个垃圾，我告妖兽谷的啦。安娜。你常常看到这個，这是道具呢，这米水果呢，真好济。啊，这两杯啊，你看这种六杯啊。啊，哦，有够嗨的嘞，好。我可以吃吗？可以。我就算不饿，林香也饿了。来来来，可以啦。来。你不方便。我怎么这样啊？怪不得你要戴手套，我现在拿的这个都觉得手痒痒的，好像有千万只蚂蚁在我手上转。你不敢拿，对不对？不你不要拿哦，我不要，你拿会怀孕哦，千万不用拿。好，那你拿。听哥的话，好好好，对不对？我有点热。认真整理啦，
我就说一定会有这种东西嘛，这就是保险套嘛。对，保险套有一个知名品牌，以前叫杜蕾斯，那现在日本品牌也抬头了，冈本，冈本有分0.1、0.2、0.3，冈本0.1跟冈本0.2差在哪里？就差在厚薄度啊。不，差在那里。就是厚薄度没错啊，就差在厚薄度啊。对，差在厚薄度嘛。对呀、啊，我跟你讲啊、喔，那个保险套很有趣的，中文的造字很奇妙啊、喔。保险套套上去的时候呢，它那个字就是什么，凤凰的凤，因为里面不是包一个鸟嘛。单独的保险套就是茶几的几啦，因为里面就没东西嘛。啊，如果出来以后呢，本来是凤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就变成凤，因为里面就包虫。嗯。哦。很厉害哎、欸！我有一个保险套，保险套跟降落伞，它那个有什么共同点？保险套、降落伞，这两个大小差那么多，共同点。来，我告诉你，共同点在哪里？就是破了都会出人命。不要再闹喽，赶快到右下角订阅支持威廉省欢乐颂。我们刚刚一直骂这个房客，其实蛮不应该的。这个房客是你的粉丝呢，乡民哎。对呀、啊，乡民哎。哦，你那个专业术语叫做乡民哦。我粉丝叫乡民啊。最满意哪一张？这个吧。林香拍你看起来就很有质感哦。谢谢。很像我们小时候偷看邻居的姐姐在洗澡，就是。哎呦！被打了。哎，丽花，这本哦，提转给林郎哦。我啷上来？林郎上来，林郎来哦。哎，丽华姐，来，这个一般这个要怎么处理？床拆起来。对。哎，你真的是这块料哎，这个也要拆吗？对。来，我们看他几秒可以拆。来，我看考验你几秒。预备 ，Action！ 一秒钟，秒。哇。哎，1.5秒。你要不要试看看？林香整个就 ready go。威廉神拆枕头。你弄反了。对啊。房间打扫好了，最难的就是浴室。刚刚你如果觉得房间，哎呀，好恶心，这好脏哦，那浴室呢要恐怖100倍。我想到浴室呢，就会给人家什么联想，你知道吗？以前我们不是每次为了流量密码，然后示范洗澡啊。今天这样好了，又来到浴室了，那丽花姐你帮我们示范，平常怎么洗澡？来，浴室要怎么清洁？来，我们进来的时候，我们要拿废毛，然后这个要先漏掉。哦，哎，漏水哦，可以做心理测验。我上次测验过，如果有汤匙跟勺子要排水，你会选哪一个？比较大的那个。哦，勺子对不对？那你就是精神压力太大。我会选择拔掉塞子。这就是正常人。哎呀，来，这个不能踩。那都不能踩哦。哎，这个。有湿湿的哈，我们先让废毛擦干净。来来，我们来擦，我们来擦。我这个还要擦干净哦。对，因为你们实在太讲究了，这个你不擦，这个有时候也没人知道啊，你这么傻干嘛？这个有时候花美客人会投诉。现在洗马桶。来，我来洗，我来洗马桶，我专门的。哎呀，哎，我这一列不？来，还有哪里要擦？来来来，全部要擦干净。哎，林香在擦东西有那种家政妇的感觉。我就是专门适合娶回家那种。真的。好，擦干以后，然后进来这边擦玻璃哦。对，擦玻璃的水。林香最厉害，而且它还可以融入舞蹈动作。来来来来，噔噔。擦玻璃。哇，我好起劲啊！玛丽，来，就这样，丽梅姐，预备。来到房屋当中，我认为最困难的，是什么？铺床。想到床，就会想到哪里有视角。哦，米米，每次人家忙的时候，你都要来。好啦好啦。这鼓掌是什么意思？我有进步吗？太好了，超级进步。哎，我慢慢渐渐觉得你可以哦走向戏剧之路，因为你的演技更好了哎。对啊。
以前在演的时候就有点哦说不出的那种声色不自然的感觉，可是你现在感觉哈、哦、好像融入那种情境当中啊，不好意思哦，丽花姐、哦、啊还是你也要来一下，你口述来怎么弄？床帆先铺好以后哈、哦，来。那我在那边，对啊，我觉得这个换被套就是要男女票一起换才有这个意义啊。你的手呢？出来一下。出来，哦，进进出出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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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这个弄整齐。弄整齐。嗯嗯。要拉好，然后最困难的是。哦。要压，先这样子，然后这样子。睁眼睛发眉毛才知道，原来枕头是这样弄。哎，它好浪漫。我们四目交接，会不会不小心就亲到了？不可能。不可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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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绝对不可能！最后一里路了，这个摆完就 OK 了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好，算大功告成啦。好，哎、欸，你们摆的饼干还都是比较贵的那一种，对，很有心，你知道吗？我为什么喜欢吃饼干？因为饼干有屑屑，我喜欢吃屑屑、啊。嗯，饼干怀孕了，生完小孩以后变什么饼？变松饼。嗯。姐姐们笑得很开心，对他们开心最重要。今天来逗他们开心。啊，浴室房间都弄好了，接下来哦，对，那我们其他的部门，那也有一些就是要做清洁的。好，来来来 ，Go！ 你多久没有溜滑梯了？很久，很久。对，对我大概50年了。没想到这个饭店设施这么齐全呢。对啊，我跟你讲啊，这个球池呢最适合玩什么游戏？综艺节目的老游戏有没有？就是呢扭来扭去呢，然后谁能够率先把对方的一只袜子抢下了，即为优胜。OK， 不用对老人客气，因为哥呢撞得跟条牛一样。OK， 你怎么插气等等啊？我有那个你知道求胜欲。对对对，你们看他的眼神，来对镜头展现出杀气，杀气，翻白眼。很好 Q 哎，他什么眼都会，泡面眼。好，来，预备，开始。跟香蕉哥比 ，Round Two， 香蕉哥 VS 林香。刚才还在激烈啦，哎呦喂呀！哎，这两个拼了，这两个拼尽全力，现在残酷舞台，林香大战香蕉哥，拼尽，给林香掌声鼓励。连战二男哎，面不改色，哇，真的是超级厉害，哎，这里充满了童趣。主任，来脱袜子。今天我们表现怎么样？可以吧？你都这样问我，我能说不可以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们这个节目标榜说真话，不要说我林香的表现怎么样？我觉得林香真的表现得非常好，对，因为我们刚刚有说，就是做防务人员就是不要怕脏，不怕热，也不怕累嘛。然后从头到尾林香的表现就是完全符合。好，林香自己感觉。我也觉得我蛮胜任这个工作。OK， 所以呢，今后呢，我们的观众朋友想要我跟林香去哪里约会，想要我跟林香去做什么样的职业体验，欢迎呢就踊跃留言给我们。而且我们饭店这边非常有心，还帮我们准备一个礼物。这个礼物呢，我们要带回家，就是呢大家踊跃留言，踊跃留言啊，踊跃留言就可以有机会可以抽到我们这个奖品。哎，这边好，放在里面，代表我们饭店方的啊一些小物，笔记本。然后哦，哎呦喂呀，这是什么？折价券哦，折价券，凭券可以折200元。对，东西是这样哈，也许它不是价值很多钱，那如何让它变得更珍贵、更有价值呢？那就是签名了。林香为我们笔记本上面签名。然后来个笑脸。有我的背靠，有我自尊。各位想要对不对？想要呢就踊跃留言，顺便也帮林香今天的表现呢，好评论一下。对，第一集的处女秀。对，那我是觉得她表现得非常好。啊，我知道一定会很留言说啊，话太少了，反应不够多。那人呢都是从一开始，然后循序渐进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个节目为什么说它就是一个实境？大家呢从第一集开始，看着林香一步一步每一集的蜕变，终究她会成为什么样的林香呢？
那就大家一直 follow 我们节目，拭目以待。好 ，OK， 谢谢大家 ，Thank you， 下次见 ，Together Forever。其实我觉得房务人员这个职位非常适合情侣，因为通常是一组去一起做整理一个房间，然后像刚刚就是可以一起先备单啊，然后瞬间会有一个四目相交的画面，觉得有一点点被浪漫到，然后一起在同一个私密的空间可以做一些商品的感觉，而且重点是就是一起完成同心协力完成一件事情的这个感觉非常棒，所以非常适合情侣，推荐给大家。